教育就让我没意思。本来呢，也是属于这个鬼的。这个鬼呢，实现力。十三鬼啊，个头秀的相对，有香味啊，他就到了。这叫十三鬼，不是鬼呀，是鬼鱼。这个鬼呀、啊，因为他懂得修行。修行了以后，转变了成心法，所以这首偈中呢，就是啊，十香鬼王化心法。自在佛陀护持，六道轮回浮沉转，四生胎懒各承担。就是说啊，这个十香鬼吃的香多了，他也呀、啊，喊迷归脚了，是吧？所以一个金刚神，指金刚神。再完成修呢，这是属于这个香自在佛的眷属。所以说自在佛陀护持，这位佛呀在那教化十方众生，六道轮回浮沉转，这个人呢在这个六道和轮回里头忽然天上去，忽然也做地狱，忽然转恶鬼，忽然又做畜生。对呀、啊，有的时候就往上升一升走起来，有的时候又往下降一降就沉下去，到了三恶道。所以啊，说六道轮回，天道、人道、恶修罗。三善道，地狱恶鬼畜生的三恶道，在这六道轮回里头啊，忽然而间，忽然而地，所谓出马府入泥胎，阎王殿前一度回，时从第十殿前过，又到阎君锅里来。这时候人呢，这个做畜生的时候不知道修行呀，有坐马就跑到马府里去，有的时候坐驴就跑到这个驴的去坐驴去，阎王殿前几度回呀、啊、这个在这个阎罗王那个殿那儿啊，不知道跑来跑去跑过多少次，时从第十殿行过，刚刚的从那个第十天那个玉皇大帝呢走过去，还是又到阎君国里了，又到阎罗王那个油锅里头去了。
所以啊，这很六道轮回在这浮尘呢，轮转啊，不知道去转到什么地方。所以说，四生开朗个体，四生是开朗诗画。这开朗诗画的四生啊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做哪一类的众生了，哪一类做胎生，哪一类哪一个时候又做卵生，哪一个时候又做湿生的动物，哪一个时候又做化生的蝴蝶化生啊，各种的。可是到了夜感呢，腰际的时候啊，就是啊，各从其类，各的有哪一个因缘就跑到哪一类里头去，也是各从当。第二首是啊，不识波说吧，不识波呀，这个这花的声音。吃花，他爷呀、啊，以后也变成鸡。这关于这个花自在佛的故事说，我通了。所以这首偈中就说，花自在佛应群芳。金刚实属漏洞，无铁飞翔穿梭过，经文默诵放毫光。经文告诉我，我知道我没有念错，这几句啊，错不错，我都知道。你不要问了，这一句咒文不是多和老是楞严咒里边的呢446句了。所以啊，这条气功就是这个，就是他自在佛令群芳，花自在佛啊，还有很多花草啊，还有培生金刚杵，还有这个金刚啊，手里拿的降魔宝杵，露堂堂，露堂堂啊，就是很高大的样子，露出来啊，高高大大的人。谁一见的就一身一见觉得的怕。蝴蝶飞翔穿梭过，有花啊，啊也就有蝴蝶，蝴蝶也在那花上啊飞来飞去的，好像穿梭似的来回来回。灵文默诵放好，你要念这一句咒文呢，你就默默地诵持它啊，也会有啊，有放大光明这种。嗯，你说他这个咕噜，也有很多人呢，心里就动啊，你说哎呀，这真讨厌。是因为孩子你带来干什么啊，到这来呀，上来我们这个讲经说法。其实啊，你小孩子在这叫你，你这个就讨厌了，那要来一架飞机在前程
回来人家放几个大炮，放几个原子弹，那你又和谁发脾气去？所以啊，这个人这种的思想，不要随着他这个思想跑。你对这个境界，你不能克服这个境界，那就是啊，你没有功夫。啊，你要是能克服这个境界，遇到什么事情呢，都可以的，都觉得没有问题，哎，这就很自在。那真是，香也自在佛了，花也自在佛。你要是一发了脾气，那就都不自在，不自在就很难受的。你要不信，这真是我的，对这个是最有经验。我要有一个你自己骗骗自己的方法。所以呢，你听小孩哭，你说啊，什么好的音量啊，谁趁这个说法，这多好啊！你这样一想，心里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啊，这是一个陪衬的音量。哎，为什么我还希望你们这么样讲？我也常常用这个方法啊，有这个不好的境界来，这自己不要听自己那个意念所想的东西，要给他另外想一个办法，教化这个自己这个不老实这个意念。这一句要我的翻译的中文呢，叫如果问我，你不要以为啊，我就是过来的，不一定。我呀，第一的不靠谱，你给的菩萨呢，菩萨也是修行苦痛的，他也不是那么长，也不会啊更想吃东西，你谁供养他什么他就去吃，就去享受，不会的。真的不会呢，人有诚心供养佛，也不去啊享受，菩萨也不享受，你的鬼呀 他看见你那没人吃，他就来吃了啊。所以此鬼这个寄诵就这样，就是啊，供养诸生苦心切，此鬼是自编却真显，想知增长菩提力，得大安乐正妙权。这是啊，我们供养佛呀，供养菩萨，或者供养神呢，就用这个水果，新鲜的水果来供养。可是啊，你不能常常供。有的时候啊，应该供的时候就供，比如我们一天呢，要是愿意换嘛，就供他；我们吃几次饭，就供几次。那么要不愿意那么勤力供呢，那个水果能啊供几天，可以就放在那儿供啊。在放在那儿供的时候啊，这鬼呀，他就看着了。看这个佛也不来享受这个，菩萨也没有来，哎，我来了。于是乎啊，他知道佛呀，菩萨也不会争嘴的，
啊，他来享受就享受了，所以啊，他也就很馋的，对鬼呀、啊，对食果鬼就很馋的。啊，当然我们这里边也有啊，好像这个鬼这样子，一看见那个水果啊，就馋欲流咽的。啊，那么就想要吃。那么可是吃啊，这鬼吃这供圣贤的这个果啊，他不会有罪的，因为什么呢？他等着这个圣贤呢，佛菩萨都不来用了，太多了，那么他就去用一点呢，就借着供佛这个力量，不但没有罪过，而且还增加菩提力，想指增长菩提力，增长他这个觉悟的心啊，所以啊啊，得大安乐，他这个贪心也没有了，嗔心也没有了，痴心呢也跑了，所以啊没有贪嗔痴了啊，没有贪嗔痴这得大安乐了，正妙玄也一切的奥妙不可思议的这个这种很玄妙的事情就都得到了。这是这一首，下一首说啊，和血和老，这是楞严咒的第448句。这一句的咒文嘛，就叫食种子鬼。你看前边呢，又说食香鬼呀，食花鬼呀，食这个灯鬼呀，嗯。你这人不懂的说我不相信有鬼，你根本你不相信有鬼，你就是鬼嘛，所以你就不愿意自己呀、承认自己是鬼啊，人就是鬼呀 啊鬼也就是佛，要没有鬼也没有人也没有佛，都没有了，因为有人所以有佛，有佛也有鬼，这它都是一个的，一个都是这个佛性所变化的。那么你啊，你也说我没看见，你等你看见那就死喽，去做鬼才能看见鬼喽，那就完喽啊。所以啊，这个鬼呢是吃种子鬼，那个种的种子啊，有的太多了，种的太多了，那鬼一看哦，你种的这么多，好，他就把多余的拿去吃，吃一点，所以种的种子有的就不出嘛，那就被鬼给吃了啊，被鬼给吃了，所以啊那个种子的性没有了啊，就是吃种子鬼啊，那个不信鬼神的人就说没有没有，你怎么知道没有那么这首偈颂这么说的，说种子精华补先天，游戏三昧解愁烦，入意神通多变化，人自在佛法无边啊啊啊，七系三昧啊，念游戏三昧啊，是吧？我净挂着玩了，所以就那个七就是变成游啊，想去喝了杯嘛啊，七系三昧解愁烦，哎，我念差了字啊，你们随时要告诉我，不然的时候大家都错了，因为我念的对啊，其实我念错了。本来嘛，这是我写出来的，我愿意怎么念也谈不到什么错啊，这不是独裁呀、啊，这是真的。啊、我要怎么把它改成一个游字就可以了吗？啊，不过那么我也不要这么样专制。虽然不是独裁，但是也不要专制，所以嘛，啊，我就五从众。你们说我念错了，我就念错了，那够了吧？
啊，国舟，你说怎么样？好吧，哎，我是啊，土沙河的一个沙特门，很软的一个人。七系三昧解愁烦，入以神通多变化，人自在佛法无边，其他的没错吧？说是啊，这个无论什么的种子，那个种子里一套都有个生机，那个生机啊，就是那个俺们人所说的那个维他命 A、维他命 B、维他命 C 啊 ，A、B、C 这个维他命，那个维他命啊，不过我们人做成药那是还是有形的，但是这个呢，种子它这个虽然说在这个种子里头，但是它只是一个性啊，只是那个精华，所以说叫精华啊。种子精华补先天，它能干什么呢？它能啊帮助我们这个人呢恢复本有的健康，恢复本有的智慧。你看有这么大的用处。你人要有病啊，啊吃一点粮食怎么就好了呢？就因为它那里头有那个精华，有那个种子，可以啊令你恢复健康。所以补先天，先天是看不见的，不是有形的，补你那个气就是补气啊，这个气啊就是一股灵气啊，也就是那个性啊。所以啊，那么因为补先天了，他就挂着完了，所以习系三昧，他游戏神通啊，解愁烦啊，看着他蹦蹦跳跳打打闹闹的，一点也不忧也不愁的啊，什么事情也没有啊，这解愁烦，愁烦都解没有，入以神通多变化呀。他再能修行时间久了，能聚精会神啊，这个精气神都圆满了，这就有神通。你人怎么样有神通呢？就是精气神充足了就有神通了。他这个神通呢，就是未卜先知啊，什么事情啊不言而喻，你不用说啊，啊他也就明白了啊，这是啊，这一种神通。那神呢，在那交通的，神互相通着的神通啊。人自在佛，人要得到自在了，那一定会成佛的。所以人自在佛啊，法无边，这个法呀，妙处啊，是无量无边的，说不完那么多。波波之多，这一句啊是楞严咒的449句。这一句咒文呢，意思是恶行鬼，翻译成恶行鬼。由这个名词你就知道啊，这个鬼的形象啊是很可怕的。他那个口一张开呀，大要有一个大河那么大，有个大海那么大啊，獠牙，他那个牙能有几百尺那么长，一看见呢，这个恶行的鬼呀，就会吓得。会吓死，所以说这个偈颂就是恶行丑鬼，很丑陋的，很难看的啊啊，广东话叫好幼孙的啊，好幼孙，
啊，那么一看见呢，这毛孔都扎实起来了。所以叫恶行仇鬼，猛无敌，巨口獠牙，喷火机。啊，他那个口啊，像个喷火机似的，一张开口啊，啊，那火焰呢，不知多大，比那个火山爆发还厉害。喷火机，独头热脑，尘毒怪呀，降伏怒恨，莫远离。那么这样说呢，这个丑恶行啊，这个丑鬼啊，勇猛啊，没有人可以敌得了的，力量也大得不得了，气能拔山，力能杠顶。所以啊，猛无敌，巨口獠牙，喷火机，像喷火机似的。独头热闹，这是啊，独头热闹啊，又有尘恨那种毒啊，成了一个怪物。降伏怒恨，你要把这个怒恨降伏了，魔远离，那魔就跑了，就变成佛了。那个注解呀，前面呢说降伏啊，这个持佛，持不会有佛的，所以啊，这降伏啊，那个嗔恚，嗔恚，降伏嗔恚，那个注解。那应该改的，所以我们人呢，什么地方再看出你有学问没有学问的呢？有学问的人，无论他什么书上能有错字，可以看得出来。怎么会看得出来他这个错字呢？就因为他不能讲了，没有法子解释得通，所以啊，他知道他错了，所以需要把它改回来。所以我现在把它。那改，还有后边那有，成降伏，也没有持佛，哪有持佛？可以降伏于持，所以那个你尽信书才不如无书啊！你要看注解看的不会看呢，就很容易，没有摘发呀，就弄错了。所以啊，这个地方你们要注意啊。我虽然改，那是很要紧的。五怒恨魔远离，怎么啊就远去了。下一句是出财打之多，这一句翻译过叫恶眼鬼，他那个眼睛很恶的，你一看见他那个眼睛了，就怕得不得了，就恐惧了，恐惧毛竖了，他会催眠，你一看他那个眼睛啊，这种鬼的，你一看他那个眼睛就会中魔了，就会发神经了，就会要送我那个癫狂病院送了，这个好像那个我们这有个居士大妖啊，也是吃这个恶眼鬼的亏了啊，被这个恶眼鬼一看就入魔境界了。
条计算，这是这个450句了。这条计算呢是说的，无名邪见以毁身，认贼作父。